传递正能量，共建美丽中国。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中国骄子，中国正能量，我是李艾。话不多说，我们赶紧的要有请刚才为我们表演了非常精彩舞蹈的两位青年舞蹈家玛丽、翟孝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有请两位。刚才看你那个舞蹈啊，其实你有必要这么挑衅的就你还有没有刘老师你不服气是吗？我要其实是这样的，我的高度应该可以这样你就觉得很爽了是吧？就不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传递中国正能。其实呢我觉得有必要能跟大家很好的介绍一下两位。哎，我们马上通过一个短片呢好好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可爱的阳光大男孩翟孝伟。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播放过程中呢我们又有两位嘉宾的加入了我们。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刘志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马田老师，我们两位正能量传递员。最后这句话让我蛮好奇的，在你看来好像是一个浪漫的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来就很浪漫嘛。嗯，我记得那年是1988年十月农历的十月初六。嗯，那天晚上，然后那时候我4岁嘛，就拉着小妹妹去看流星雨。嗯，我在外面等的时候，当时我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嘛，这样在地上坐着，就等流星雨嘛。嗯，就跟现在差不多，就天上星星一直在闪，一直在等流星雨。那突然间有一道白色的光滑了下来，就差不多过了有5秒钟吧，闻到一股烤肉的味道。然后就流星雨下来之后，那个陨石直接砸到这一块，我腿是这样嘛，直接把这个腿这个砸了一个大坑，然后我的腿就砸成了两半，这边是脚，然后这边是我的这个腿。然后但是我当时不知道疼，然后是因为看流星雨嘛，也就没有什么痛苦，反正是很浪漫嘛。我觉得真的要给这个孩子一点掌声，他太可爱了。